美凤有约。哎，来安安，那讲到这个挎包啊，很多女孩子都觉得说，其实它是蛮重要，因为衣服啊穿之外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画龙点睛啊，拿个什么包啊，跟这衣服比较配啊。员工是有一段时间哦，对大家拢了解，妈妈拢知影讲鳄鱼皮，鳄鱼皮，刘雄鳄鱼皮是这么厉害，好多人好喜欢，尤其一些名人啦、啊，国外一些影星啦、啊，台湾的影星啊都非常喜欢。到底它的魅力在哪里呢？那对这个包包呢，我个人来讲，其实鳄鱼的包包呢，拥有一个话，其实它可以用很久很久的。所以像一个皮夹，买了其实它一直放在里面，然后拿出来用啊，它可以用很久了。有些人吼，开开这情节，我们刚好用就够，其实也蛮划得来的哈。好的，那今天也有特别来宾，我们跟分享因所喜欢的这鳄鱼包包，还有他们对这鳄鱼皮有一些什么样的概念。我们请到这位超厉害的，他什么收藏都有的林国基老师。甚至爱到有一阵子我想要刺青啊，都没刺过青，我都想把那个手背刺成鳄鱼纹。你别这样好不好，老师？爱到这种地步。我记得老师上次是说他爱鳄鱼，爱到本来是后院想要养一只，因为场地的关系，后来就没有养。而且邻居会抗议。是哈，好，就常常跟那个鳄鱼皮都是那么爱，然后那佑南现在也是非常的喜欢。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佑南，来跟我们分享。还有一位专家呢，他当然对这鳄鱼的方面，鳄鱼皮一定对我们都还要进一步的了解。那今天观众朋友嘛，因借着这样电视哦，可以知道一些信息资讯。我们请到的是这个鳄鱼的专家欧等先生。好年轻哦。好，我们在现场看到我嫁你姐姐素也这鳄鱼包包。好，教你讲老公买这个鳄鱼的话，人讲买物件皮件，首先要了解皮，比如说鳄鱼皮，怎么样才选说，是属于好的啊，或者是普通，或者是说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我是刚刚讲消费者哦，你真的是如果觉得说你经济能力可以，那你想要用一点有质感然后好的那种东西，然后慰劳自己一下。鳄鱼皮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市面上包包或者其他什么皮的制品有很多种皮，可是呢，唯独这种鳄鱼皮真的它就是特别，而且这种鳄鱼当然我们也知道它真的也很难取得，然后也有很多的限制啊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真的是在用这些东西，像我也是拿鳄鱼包包这种皮夹。哇，这个皮夹起码跟了我快十年了啊！你看十年都可以，对呀，跟新的一样。可是呢，每一次你拿出来用，你就觉得哇，我现在的工作很辛苦，可是我用这种好质感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哇，真的是该再累也无所谓，对不对？爱一下自己，对不对？鼓励自己。对啊，你拿出来，人家说哇，这是你看，重点是在这里了，就是拿出来了，然后哦，你这啥哦，就贵个安尼虚荣心啊，哎吼，啊对我买迄两尊好啊。不过今天这价值感就会让你觉得说，你不会乱买东西，买那些没有质感的东西。对。可是你一个好的东西，你这口碑你常。常常都会听到好的，真的。然后呢，一样好的东西，其实它可以用很久的。那老师，这个鳄鱼的，其实呢，鳄鱼的这个鳄鱼皮的学问其实是蛮大。对，有什么养多久的？它的皮是属于什么的？其实都有不一样的。对，其实现在鳄鱼哦，真的是这些鳄鱼，当然也不是一直要牺牲自己的身体来变成包包啊，变成鞋子，也不是这样子啦。可是呢，有很多的鳄鱼哦，它真的是，比如说有一些像现在最好的，大家最就是野生的鳄鱼啊，那等一下我们专家可能也会介绍野生的鳄鱼哦，它就是来自于野生啊，然后它又整个又长得非常好啊，它又没有皮肤病，什么都很好。那这一些取得去做成它的皮制品的，哇，这些东西真的超好的。其实我们老师来就好，专家可以休息了。也没有啦，我只是说好多迫不及待的，我就要把我的那种心得分享给专家。我们老师刚刚说的，你觉得？他说那鳄鱼皮还没有皮肤病啊，那就是养殖很重要。对，养殖很重要，因为怕它互咬，所以它每一只基本上都是圈养，像养神猪一样，一格一格一格这样一只。哇，对，所以它们生存的环境也是一个个体户，就个体户，个体户。所以它们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，没有，从出生就分开。对，所以它的。
它的经济价值才会这么的高。哇，是，对，因为它的养殖成本也是相对的提高。那等于就是说，是一个好的鳄鱼皮，从它开始漆衣的时阵，就下很多的功夫。是是。所以为什么鳄鱼皮会比较珍贵、比较贵的原因是在这里哦。是。那都有供给，是当然有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会有保育类的问题啊，是什么的。对，那。鳄鱼种类来讲的话，它总共有23种，那全部都属于华盛顿公约 CITES 的保护范围里面。那有几种是特经许可合法养殖的？合法的？对，养殖的有美洲鳄，美洲鳄跟河口鳄，河口鳄就是我们所谓的湾鳄。这是咸水鳄，对，那还有暹罗鳄，暹罗鳄也是我们常讲的泰国鳄，是，对，那再来就是尼罗鳄，那接下来这一种叫凯门鳄，是市面上最常见的种类，哎，真的，那皮的感觉是都不一样，对，都不一样，感觉哈，那种一样，对，那我要跟大家介绍是最简单的如何介。如何去判别它鳄鱼皮包的种类？一般来讲，像这个皮，它的冠部它有分布4422，都凸起来的。每一只都一样吗？还是？凯门鳄的品种是都一样，对。但是尼罗鳄又不一样。4422，对，就是教观众朋友4422。那意思说是这个就是凯门鳄，凯门鳄对。在市面上是比较多的，对，比较多的，所以它在价位上会比较属于入门款，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大众化一点，大众化一点，哦，4422，然后再比较稍微再高等级一点点，就像尼罗鳄，它是尼罗鳄，像它冠部的部分就是42，不一样，只有42，对，这样大家就很简单去辨别去入门哦，对，那再高级一点就是鳄鱼的腹部。鳄鱼的腹部的话，因为它是比较平整又比较柔软，所以它的价格来讲绝对会是比较高的。所以取下来最好的部位就是它肚子这个地方。是是是。还有刚刚那个私底下我跟国籍老师聊哈，我知道为什么腹部这一块会比较贵，因为国籍老师说，哎，它都在地上爬嘛，所以这一块都在地上磨哈，所以那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已经磨掉。还有说它越磨可能越卡粗，结果哇，真的。那个时候在做这个包包是比较珍贵的。对。还有的就是说。处在色水哈，是有很多不同的颜色。对，那到底是怎么样来分辨它是有一种是亮跟不亮？它价位啊各方面有什么差别？哦，是，如果以腹部来讲，它有分雾面跟亮面。那亮面是更高等级的，因为它看起来就像糖果一般。是哦，对，很漂亮。嗯，对对，凤姐这感觉跟你好像，是哈，哎呦，真的很配。好辣，是不是哦？哇，因为它够线够亮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哇！可是这是因为它处理的关系，还是处理的关系本身就这样？这是特别处理，特别处理。那它选的格子的纹路什么都也都有特别经过挑选，对，都有对过它的皮纹这样。裁剪的时候，它是对纹路，对，一整张一整张皮，一整张鳄鱼的腹部下去做的。你看，所以一只鳄鱼只能做一个包，是是是，哇，好难得哦。对，所以这是最高级的鳄鱼腹部亮面的包包。哎，有身份证的吼，有哇，每一个都要有身份证，因为伊就是伊就切的时阵就拢改对。像我们每一个鳄鱼皮革，它在养殖场要出厂的时候，它绝对会有这个手环，是证明它的身份。看它从美洲哪一个地方来，它上面都会有写，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它是合法还是不合法。对，对，因为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很重要哦，如果你有这个合法的这个证书，有时候你出国海关才会找你麻烦，海关有时候要看的。对，他看那个证明，对，就在，所以是不是？是，所以。每一个包包基本上，如果是合法进口的厂商，它绝对会有它的身份证。是是是。对，那我们消费者买了之后也会比较有保障。对，因为我们不晓得一些
来路不明的皮包，它的染料染剂会不会伤害人体？而且价位又不算很便宜的话，你买到一个照顾的不好的染剂的或者是什么，那不是就很闷吗？对，所以有证书是最好。真正出口海关，你那银行看你的保证书，有给你没收或者罚你钱，因为他认为它不是保育类，所以。真麻烦呢。嗯，对，所以那一个包包拿来讲起来，从我端安尼看，咱今麦头前看有红色啊，那个深灰那黑，一个包包差不多爱挂爱做挂布哈。基本上它一定要三个月以上。哇，鳄鱼皮包它跟牛羊皮不一样，对，因为鳄鱼皮包它有。鳞片非常坚硬的鳞片，它的整个处理工序至少要三十个以上，所以就一直等这个时间。对，哦，那个我春喜公三个月还可以买几只小鳄鱼，等还一直吃，几个三个月再来黑的吧你。啊，原来是很多工序，很多工序，当然养更久啊，对啊，是一条鳄鱼到那个可以功成身退，大概要养殖多久啊？五岁以上，如果是大包的话，都五岁以上。哇，五年呢？五年是三个月。还不行，对，只做一个小钱包。嗯，好，入门款的话，平均价钱跟我们分享一下。一般来讲，我们这个颜色也很漂亮啊。对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4422，所以这是凯门二入门款。入门款，那假设性它的价位如果在4万块的话，我们旁边这个黑色的包是。42，比它高阶，比它高阶，它是尼罗二，所以它的价格来讲，基本上要乘以二，等于说就是8万。哇！可是8万只卡交多少卡？老师，你遐有几万啊？你我这嘛8万呢？啊，我唔介意我。这差好多，不一样。老师那个是腹部的，所以它价位会更高。哦，真的。那对，那像这个腹部雾面的，就是雾面乘以四。哇，等于对它4万的话，它就是12。12。对。可是你看它这个16，16，16，就16。你看这个雾面，然后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款其实也很百搭哎。对，因为它颜色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色系好耐看。然后它这个纹路哇非常鲜明，你就是大老远你就知道这是鳄鱼。而且凤姐会不会觉得鳄鱼包它会让你觉得永远不会退流行？对，好像是。跟着那种其他的那种包。老师，你可以拿这个啦！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颜色跟你今天好搭哦。那个女生拿，下礼拜我去逛花市菜市场。不是，我现在要出门了。哎呦，那个你帮我拿一下。那我该怎么拿？不是要这样才能够强调出来。很多男人其实就这样提着也很帅。一男生怎么拿都不对，这样拿哇，不会啊，男生都是这样。老师，你就这样子，就像我这样就自然垂下，就自然垂下。你看，对呀，真的吗？整个身份地位就出来了。那我的手要不要？手就牵我们嘛，自然就会跑出来。就叉腰，老师，你手就叉腰就好了。然后阿基，其实我每次拿包都很豪迈的，都哎，可是这样很可惜，都便宜后面的人哦。后面人在看，就是说，有时候这个包啊，你像这个颜色是又不一样，可是像老师这样的人，或者是穿牛仔裤也都很好，是帅气。它的颜色太好了。嗯，这个形状底下又好像可以放好多东西哦，而且它不会很重，不会很重，而且它的鳄鱼格纹又大，又更加深了它的价值性。对啊，对，因为鳄鱼的年龄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格子来判别，格子越大，对它年龄越大。是。我先问佑南，你都会怎么样来保养？保养哦，我方法应该不是很正确。那但是。我先问一下，你这个是多少钱？我这个五年多前买的时候是27。哇，哦，它比那个还贵哦。是比42的，比那金，因为这都是全部都是腹部的皮。哦，我就说它自己配备的胶原蛋白已经很多了，基本上我不需要太多的那个保养品在身上。而且拿看，你看它两面都几乎挑的差不多一样。对，那像欧等那顶级的是要多少钱？顶级的像红色这个，红色这卡。这个是30几，哇，对，但每个品牌价值不一样。我现在所讲的，它是它的一个类是所谓比较成本，以成本来讲的话，涵盖都大概亮面的要30几万这样。哇，是30啊，这个也蛮耐的啦哈。对啊，你看这五年来它并没有。
没有任何的痕迹，说不 OK。那你怎么保养？我都拿那个橡皮擦去擦。如果有橡皮擦，不对吗？你在上面画东西吗？不是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可能跟人家摩擦碰撞到，有一点点脏脏。牛仔裤颜色比较深，也会颜色会跑上去。对，有时候就是不能太用力，就是橡皮擦拿了轻轻擦，轻轻擦。如果觉得不是很 OK， 就再拿棉布啊稍微。给他呼呼嘞，这样子，这是你的保养方法。对，那老师好像就说，如果怕那个把手啊，常常刚专家说的，不啊，油去割掉。老师，我另外烘。对，我只觉得很好的方法就是说，希望大家以后带这种名贵的包出去啊，这么材质这么珍贵，我觉得建议大家都带一条丝巾。好，因为这丝巾不管你带什么样的丝巾，丝巾也比较好看呐、啊。要不然就是说，你其实碰到下雨，你也不能跑到 Seven 去买那个雨衣来帮他穿，那样又很怂。那干脆就是说，你有一个丝巾，好好的。然后呢，你随时都学会怎么去保护它。比如说最简单，你不要花钱去找人家绑，你就把它卷一卷，甩一甩。你把这个头呢，从这里绑一下，我们就用很快的方式，你就简单的这样绕绕绕绕绕绕绕，其实你就可以有一个手可以抓。其实对这个包包的把手来讲，你就会永远保持它非常好的一种材质状况。哎，老师讲的也是，就是说丝巾又不占地方哈，啊，板布来真正好来穿哈，咱买两。然后这个人提起来扛起，嘿，就扛起来。啊，真正给你拎起，挂上提下摸起来，对，哎，盖好有，整个气质都不一样，身份地位。啊，这丝巾可以当做立，当个绑蝴蝶结，装饰都可以。好，那这是也是一个保养保护的之一。你说用橡皮擦，用棉花，我不晓得专家是他这样说的方式对不对？如果橡皮擦来讲，基本上如果是油污的话，我在这边不建议，因为油污一擦，它有毛细孔嘛，就更深入了，啊，压进去了，压进去了，然后又更扩散它的污染范围。对，那如果不小心圆珠笔或是一点点的污垢，那是我们可以用软性白色的橡皮擦，不要拿那个有颜色硬的，因为那个颜色会吃进去我们的包包上面。那我都拿那个擦圆珠笔的那个橡皮擦，白色的，对，那个白，基本上我很小心保护它，所以擦过两三次而已啦。那其实不止说我们刚说请油中贵妇啊，其实还有一般的那个款，年轻一点会什么够用的，不要我们分享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像这一款，它是目前最比较新的技术，很帅气哦，帅气。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特点在这边。哎，哦，这个很帅气，颜色也好好看哦。嗯，这是鳄鱼皮包，但是它可以整个卷起来，好软哦。这是最新的技术，一般来讲鳄鱼皮不会。凤姐要不要？很容易恢复原状吗？很容易，因为它老师，真的哦。老师，你可以背这个，这个不分男女，这个对，这个还真的蛮适合我的耶。而且它很轻，怎么都塞不进来。是，它好轻的感觉。它很轻，然后你会感觉这个皮哇，真的很软。这是鳄鱼皮耶，这鳄鱼皮它都有产地证明的。哇，一般的鳄鱼皮不可以吧？做不到这个程度。对，哇，真好看，然后这个又很百搭，这种型又轻的感觉，是，好看，而且这是比较好的那个二，是四二的，不是四四二。有些人会看哦，对对对，专家的耶，哎，真的，你看一下那边有四四四二，对，好看，哇，好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买到假的皮鞋，安怎是触觉摸起来尴尬，可怎么教呢？基本上最容易判别就是我们去摸它，像一般真正鳄鱼皮，它的格纹它绝对会是比较自然的呈现，它有它自然的凹凸纹，然后用摸的话，它有一些粗糙的表面，因为鳄鱼皮跟一般的皮革不一样。那如果是压纹的话，它就是很光滑。哎，可是像老师那个也很光滑。对啊，因为老师那个它是鳄鱼的腹部，所以它是光滑。那就取那块而已。背部来讲的话，哦，所以就是平滑的都是对对比较腹部这个地方。是是是，哦是哦，摸的那个触感。对，摸的会不一样，摸摸看，可以可以。它差异到底在哪里？这个紫，刚刚老师那它有一个紫色也很炫哦，那紫色那个亮，哇塞！哎，真的哎，就是感觉还是不一样。其实哇，可以从肉眼上判别的出来，因为它就是比较火。嗯嗯嗯，对，是。
啊，其实颜色好亮哦。对呀，这颜色好亮。哎，摸起来其实不像港款的。嘿，不港。啊，这种，因为它那个品种不一样。不一样哈。这个是比较高档的。哇，你看摸起来就是。阿静真是名手啊。然后不能没笑，我喜欢，就摸起来就手红呀。好，再摸一下，哎，给摸起来。金手，所以它价值不，价格不一样。哇。价值性不会相同，是。这纸也很漂亮。很漂亮。染得很美。是。那当然啦，我们大家自己努力工作赚钱，就是犒赏自己哈。哎，迄个感觉又好像又可以鼓励自己。那买个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懂来用靠咕咕等等，你要懂得保养它啊，你就可以拥有很久。那像佑南这样就很棒啦，他是很努力的工作啊，经营他的餐厅、演艺工作啊，然后可以买一个这样的。有些场合艺人有时候的确需要的，所以买一个这样。还有一点就是啊，拜个好人找干，所以就划得来，你可以多买一点。我一直在努力，我一直在为你秀能哎呀，秀能哇！对啊，当然就是说，如果说朋友经济能力有限的话，刚刚也跟大家分享，入门款我们先可以投资一点，对，好，阿贝姐咖喱啊呢，甘嘎跟其他包包流行的有些是可能用一下就。过了，有些东西可以用那么久，所以呢，这些都其实是还算保值的东西，然后又很耐用，这样的投资其实更加还划得来。那有时候流行东西，迄啰差不多几千的买买是当季用用的，啊，那真正买一个。咖啡包包的选择就可以考虑一下，它是有证书的，有特别去养殖的，并不是说随便去那个的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可以自己可以来收藏啊，拥有一个，然后呢。哎，今天透过电视这样子分享这样的包，和大家做参考，散播一下，偶尔把自己当一下贵妇也不错哈。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，谢谢，谢谢。